接下来我们进行新一轮的考验，一个优秀的特工除了要传递信息的能力要非常好之外，也需要具备识别伪装的能力。是的，每轮每队轮流派四名成员上场表演，另一队指认表演的队伍中有一个人的状态和其他三个队友不同，指认的队伍需要找出这个伪装者，如果猜中的话指认的队伍得一分，没有猜中表演队伍得一分，得分高者获得本轮的胜利。哦，好，第一轮怎么样呢？哇，第一轮我们需要四位表演者，然后拿着棒球棒在幕后快速的转十圈，转完圈幕布拉开之后抢到一顶好看的假发戴上开始跳舞，三个人转圈，其中有一个人是不转的，所以我们要猜出来是谁不转，我们把它决定一下好不好。来， OK， 请上道具，三二一。哎，粉红色的回忆，一点风没有。哎，他们别都没转啊，都在转了。这次这个不太好看，是吗？啊，影子还是有一些的。啊，有影子在转，有影子。有。很好。啊、哦，三个走浮夸的路线，三个走浮夸路线，一个就是装稳，兵哥太假了，戴上假发跳舞。哎，我好喜欢这个音乐，你们可以多跳一点吗？不是，我们换一首，不太大哦。要闻你的麦，这是小朋友的老人假发吗？上班你上班得学习一下。宋亚轩，你这有灯光效果吗？太假了，宋亚轩，宋亚轩太假了，宋亚轩太假了。宋亚轩快去掐人中，他万一以假乱假呢？宋亚轩，哇，小刘，小刘还好吗？小刘，我的直觉是宋亚轩。哇，好了吗？宋亚轩，谁没有转对不对？就一个对不对？宋亚轩，宋亚轩，谁没有转呀、啊？没有转，宋亚轩没转。宋亚轩不一定，他万一转了呢？宋亚轩刚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就是这样出来了，然后就倒地了。他刚刚没有转，他们都在转，然后他最后那一下直接就冲出来了，然后兵哥没有转，根本没发现啊！我好晕，我真的好晕，你晕吗？我晕，我也好晕，哥你怎么样？但兵哥他后面哇，你们好厉害，想晕就晕，想不晕呢？哦，也就拉肚子了。可以要求他们宋亚轩吗？可以要求他们做什么东西吗？可以。现在要求刘耀文来来来考验一下，考验一下，让他再转十圈。啊什么？没有没选。我说能让他再转十圈吗？那就别了，就只能问问题啊。这会儿他们应该已经消散了，现在那事儿已经。宋亚轩是不是？他因为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最快，状态很浮夸，对不对？太浮夸。但我觉得，但是兵哥他转了好多圈，兵哥有问题。那他那几圈算转了吗？如果是兵哥就反过来了，就装没有装没转，装稳。还有可能是最后一圈他们要出来的时候转了一下，然后他们还没发现，都撞到帘子打开了。但是打开的时候，张冰冰他是转了三圈，不是很规范，而且棒球棍子没有在地上哈，是空中。哦，你平时都是这样转。是。那觉得最有机会的是我好晕，的是我真的好晕啊！我太晕了，我盲猜兵哥啊，兵哥，要不然你来，这个演的太晚了，好难猜啊！呢，现在已经猜啊，定吧，好了吗？随缘吧，随缘吧，但应该亚轩，那就听小马觉得，亚轩，梦迪，我觉得确实像宋亚轩，是吧 ？OK， 我们决定最后答案，宋亚轩。如果你没有转圈的，请往前走一步。我也感觉是宋亚轩。准备，我不相信他。三、二、一，不可能是宋亚轩。杨翔，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是我，真的，真的是我。啊？我没有转圈的，往前。我没转，没有转。哦，你们转没转？哎，哇哦！原来是我们贺峻霖游戏规则吗？没有转圈。贺峻霖，你不会找的是谁转了圈吧？不，我只是没听清楚他最后的那个。好，谢谢。但是这个很难猜呀、啊。对啊，我演的这么好。获胜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队。恭喜。好了，那到我们了。OK， 变好了吗？不。三
二一，我们里面先开始。哇蓝蓝的天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怎么在里面就开始演了？哇蓝蓝的天上飞小冷，来眺望北京。左蓝哥没转，左蓝哥没转，左蓝哥转了，你一个没转。一个截肢了。一个好不是快呀，被吓毒了是不是？哦，哎呀，音乐呢？我们还没开始跳舞啊！他们还没跳舞，哎呀，被吓毒了是不是？但感觉他们已经不晕了。跳舞，哇塞，好跳舞，好怪，好抓马呀！你这个一个舞王僵尸，反正左蓝哥肯定赚了。刚刚肯定赚了。我拿着棍子了啊，这把看到了吧？他们现在已经看不出啥了。嘿嘿，哎呦，来猜一下吧，你们觉得呢？迪哥没赚。嗯，你上次也是这样的。ZY 没赚。谁 ？ZY 张真源。张真源，张真源就最右边。张真源，我知道。我也觉得他没赚。啊。就是他，我觉得是杨迪没赚。哦，我没赚，看穿了，我没赚，赚了，你赚了，你赚了，我真的没赚，没有，你赚了，你赚了，我没有，没有相信自己。我觉得马哥赚了，马哥肯定赚了，我也赚了，赚了，我真的赚，中间俩肯定赚，啊，马哥，中间俩肯定，阿嘎牌，他肯定赚了，赚，我觉得是杨迪没赚，我没赚，迪哥眼睛都没红，肯定没赚啊，我也觉得迪哥。那我们猜杨迪好不好？嗯，杨迪，好啊，一个，好，一个，行吗？可以，是不是张震源？猜杨迪吧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绝对不是张震源。最凶的答案，最凶的答案杨迪。杨迪，杨迪，几个举手？杨迪，全部。啊？为什么？给我个，给俺个说法。因为你的头发戴的最好，现在。戴的好，左蓝哥头发也戴的挺好。没有。看，你看，他们队友在掰扯，说明对了。所以就是杨迪，哎，你看，哎，队友说了，啊，队友说了，祖蓝哥带的也很好。来，杨迪，对，我是，哎呀，迪哥，回答正确吗？没赚的往前一步。如果没赚的人往前一步，好不好？好，okay，来，三，二，一，啊，就是我。Yeah！ 为什么？演的那么什么队友啊？因为哎，翻石榴，我也可能是迷惑他们呀。翻石榴，翻石榴，翻石榴，猛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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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